所以呢，你想进藏书洞去探望玄吉。帝都之争，波谲云诡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。一旦踏入藏书洞，便再不是局外人。此来帝都是为你医伤救命，你倒好，偏要横生枝节。前王储的朋友可没有那么好当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想多了，那是帝国官方军事机构，纪律极为严明，不比怒林。如今齐天仪式在即，他盘查起来只怕比平日严苛十倍。不过既然已经打草惊蛇，端木前辈，我们这样真的能骗过他们吗？晋升，探测鬼不会如此话多。什么人？请止步。在下乃是理学院研究员红豆糕，奉宇文院长之命来送这个新型探测鬼。方才已经有人前来四处查验过，短短数刻怎又来人？这个鬼与此前不同，能够探测异常力量波动以及幻术。诸位有所不知，下午前来探路的人，出那人同伴之中有一人极善幻术，足可以假乱真。因此宇文院长。原来如此，还是宇文院长想得周到，请吧。并未发现异常，李二三三号工作中。并未发现异常，李二三三号工作中。检测到异常波动，警告，检测到。研究员，请解释。他检测出了异常数据，意味着这里曾经。敢问各位，今日可有人进入藏书洞中？今日除却我军兄弟，并未有人入内。只怕贵军之中已然有人以幻术混入。这绝无可能。既然如此，那或许是前几日有人留下了幻术痕迹，也未可知。魁已送到，在下告辞了。要不还是让这个鬼进去验验吧，前几天也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仔细查探为好。但圣剑王有令，这个鬼进去扫描一遍就够了。研究员。也好。李二三三号，探。收到指令，结束后自行回返。李二三三号工作中。